台南新市区公所为着要提倡全民运动风气，是利用太阳能板下面有压榨的效果加闲置空间，将当地建商所捐赠26座体能健康运动器材安装伫太阳能板下面来方便将使用。固定伫5月1日举办启用典礼，现场都会来示范正确使用方法，避免因为使用方式错误，颠倒造成运动伤害。咱新市区公所为了提升全民运动风气，近年来不断规划内球场、篮球场、对球场等运动设施。最近，搁伫新市三里联合活动中心边仔太阳能板下面，是安装体能健康运动器材。球场谭乃成表示，所有建设运动器材，拢是当地建商捐赠予新市民众来使用。这太阳能板架吼，我们也希望能够多元的使用啊吼，像迄边遐，阮有做一挂迄、那个。避难设施啊，捶球场啊，啊遮，阮用啊安算吼，迄阵来个迄个有建商啊吼，来请一挂融资移转的吼，啊加付阮工作一挂费用，啊一挂费用吼，阮就来收入来做这个迄、那个体适能吼，体适能的设施啊吼，即老人囡仔拢能用，安全佮无危险性。对个，利用伫太阳能板下面设置体能健康运动器材。区长谭乃成表示，因为太阳能板有杂力的效果，甲隔出来空间会当使用，因此即处新的运动器材总共有26座，会当提供予民众做专心运动使用。太阳能板吼，能够遮日以外，还能够多元化的使用，多角化的经营，啊，予所有的人讲，啊，这重要的物件袂出安咯，危险啥？咱予大家予物件设施伫遮。然后这我拆修拆修碎碎啊，就在那整个区域里面，就是一个景色，一个景点，还有欢迎大家共同来使用。我按算五月初吼，我来办一个启用典礼，啊，欢迎大家小聚来吼。新区区公所表示，全新的体能健康运动器材目前已经全部由建商自行安装完成，现在还未开放民众使用，因此公所将要伫5月1日举办启用典礼。当你伫现场示范正确使用方法，以免因为使用无正确造成运动伤害等情形发生，而民众伫上班以外，阁会当借运动来放松心情佮压力。记者萧正伟新竹区采访报道。